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成为 YouTube Premium 会员及管理会员资格，我无法观看我已下载的视频，了解如何下载视频，并查看以下步骤，以帮助解决您的问题。计算机 Android 设备 iPhone 和 iPad，更多在全新的设备上重新下载视频。如果您最近购买了新设备，则需要重新下载想要观看的视频，即便您登录相同账号，视频也不会自动转移到其他设备，每台设备都需要单独下载视频。检查您的会员资格是否已过期，确保您的 YouTube Premium 会员资格尚未过期，您可以访问 youtube.com/memberships 进行核实，检查您是否已登录 YouTube Premium。请确保您已登录到与您的 YouTube Premium 会员身份相关联的 Google 账号，尝试退出账号并重新登录到与 YouTube Premium 相关联的账号，检查您看到的是否为 YouTube Premium 徽标而不是 YouTube 徽标。在移动版 YouTube 应用或在您的计算机上，您应该会在应用或浏览器的左上角看到 YouTube Premium 徽标。您是在智能电视上使用 YouTube 吗？请确保您已在电视上登录到与您的 YouTube Premium 会员身份相关联的 Google 账号。如果您要投射到电视上，请确保您在电视和用于投射的计算机或移动设备上均已登录正确的账号。如果您要使用 Google Home，请确保您已在 Google Home 应用中登录到正确的账号，与支持团队联系并提交产品反馈。如果问题仍然存在，请与支持团队联系。与支持团队联系时，请提供以下信息：您是否看到了一条错误消息？该消息出现在哪里？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如果可以的话，请提供相关的屏幕截图，向 YouTube 发送产品反馈。您还可以就您遇到的问题提交反馈，您不会收到回复，但您的反馈将分享给 YouTube。 要执行此操作，请在 YouTube 中依次选择您的个人资料照片大于反馈，请务必勾选系统日志复选框，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您遇到的问题。返回至排查 YouTube Premium 会员福利问题。